Hello，巨人，我又出现了呢。我认真的发现，女生真的是一个神奇、奥秘、难以理解的生物。举例来说，关于防晒这件事情，她请我拍照。你帮我拍照，我要拍这边，我会站在这里，你就拍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站过去啊。要不要拍了哦？不要拍到那些哦。好了好了，拍了。你还要穿回去？看看照片，我看看。不错哎，你拍的还不错，有进步。你穿这样不热吗？很热啊。真的非常佩服女生防晒的毅力，请标记出你身边为了防晒宁可把自己热死的人，告诉他们你不要出门好了。